看一下我们这边挂的这种样式，是吗？相玻璃，一般可以烧蝴蝶戒指、蝴蝶项链都可以。烧玻璃吗？它就还是可以研究。你怎么烧呀？我们自己烧。没有，我会指导，我会指导，因为这个烧玻璃喷雾不是吧？这把你房子给点了。就是我做的，你们看一下。那你想烧蝴蝶的那个粉色，你想要什么样的粉色？你想换颜色吗？一点，有点土，这个是方火的意思。它这个是方方眼睛，咱这个火的。这个会更像一个工匠的。握这种玻璃棒的时候，一定要握在更上一点，不要握在这儿，这容易划到手。哎呦，你看到前面这个就是尖尖亮的地方，走了。它就是已经在戴着，不怕。对，所以里边那边戴着眼镜，对，最前方。然后你现在就可以粉色。这个是吧？是挺可爱的。我想要美的，我不要可爱的。好，可以。然后放到这个板上就行。我感觉蛮不错的。到这，好。太多了，这大小太不一样了。这个有点太长了。这个上面是手头，然后这个是蝴蝶身体，你可以贴到它正中间。这样是好，然后可以给火烧进去。马上就要成功了，胜利就在眼前了。当当，今天在。我指挥店老板的情况下啊，加我的一些努力，终于做成了这只美丽的蝴蝶，给大家欣赏一下它在天空中飞舞的样子。今天体验了一下手作，觉得整个过程很有意义，很有意思。尤其是在这个去做它的这个纹路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可以能体会到自己的想法的，虽然有点临时的。然后还可以做，除了这些蝴蝶，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别的花呀、树木啊。期待下一次，再多尝试一下。我先准备了，拜拜。